在骊山小情花详细的指引方向之后，秦甲仙等人也准备前往下雨不愁寨。下雨不愁寨中，九神头公主的手下们败战而回，并回报任务失败，而秦甲仙等人也终于来到了下雨不愁寨。 但是呢，到十分钟前，我开始恋爱，我深深去爱着伊，深深去爱着伊，心疼伊，伊是宋凡金的某，莫阁骗我了，除了洪彩玲，宋凡金是无可能再娶其他女人了。 叫我偷偷来伊脚床底点一个，看伊个像一心多贪心，这是我的命，我的心跳痛，这叫什么？疼！咱的主题是牛羊是牛粪的，黄什么牛啊？李文才。
比武的黑龙江土龙，我这套路比这新奇嘛是来，大王给我大套路，大套路吗？那么光明人呢？卖鬼人是黄花大闺女，好么？光明人是光头的好了，今天我从我上盖地，上盖地，上盖地的龙宫里栽了。这表示讲，特别行出这寺门，只有这个方向，是祈求解忧，嘛是只有这个办法，那就是做一地火啊！什么啊？我一地火，就算你是查甫的，我嘛要娶，娶你哦！真叫千里迢迢送客呐！你这个过关这个代志，我连没有理解。你是小妹心中一定有他人哦。啊，你什么时候不行呀？没事情，事情。那是何方的娘子啊？都是你啦。你目睭是破空心，一目小将军心，宋本心是望不可及。既然你面对天上的风光，那天上的土地啊，那就将就将就啦。人生两相转，好啦，好啦，现在你是十只无名的火把。先过来点灯。好啊，我们这里慢点啊，小朋友。啊！你是在念什么啊？我们天干又火呢？你是你事业小天，哈哈哈哈！我早就知影你心软了，直接跟伊算钱。啊！你若要回去，赶紧回去啊！先去先，有我稍微照顾。但是，我啰嗦落去，你全部拢爱留落来哦。啊，不然再给你啰嗦了啊！先去先，我先拍你啦。苏桓真等人于琉璃仙境中深受大头症之苦，最后小差们终于带回了解药，帮众英雄解毒。本尊哦，真是辛苦的，究竟是怎样一回事？几次几次，几关几关，事情经过就是几次啊！陈医生为我牺牲太多，我一定爱去救，免无言，我这不就回来咯。晚上一混就好，一行风景对。你这种好日子啊，都爱快快乐乐甲庆祝一下，唔只对。我真难过，真丢啊！你就是做分析吗？哎呀，无人看到本尊，感觉到完全拢无同，实在当讲一句名爽。你苏桓真，我甘愿永远变成查某的。那刚好啊，这班人是要替苏桓真庆生的，是要来当挑官的。他想念的说了好不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一定的鼓励，来咯。
官，我要去你请假来替你庆生。你到底什么时阵要将我从这个泥沼汤该救出来啊？这是公司的机密，爱能外聘用黄强华董事长。哟，什么天官地官事啊？今仔日呐，我们你寿生的过的生日较大，大家到今仔来祝祝环境生日快乐。现场的观众，你嘛对恁想好无？大家到今来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此次莲花旦擂台戏的演出令在场戏迷们开怀大笑，也重温了传统擂台戏的感动。下段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播出莲花旦当天盛况。